在北京的打工人到底有多精致？北京的打工人嘴上说着自己一败涂地，出门前还是收拾出精致的形象。该省省，该花花，入冬的三件套必须得给安排上。有街边去籽的冰糖葫芦，热腾腾的烤番薯，还有快乐番薯的网红奶茶。上班累了，来一杯超吸睛的超长杯满满鲜橙多，满满维 C 果肉，茶香橙香都在这一杯里了。清甜的口感简直就是为打工人量身定制的，每吸一口都有超多果肉，咀嚼在嘴里超级满。而且搭配这热腾腾的烤红薯啊，让整个冬天都甜美起来了。你们见过这烤红薯上面还带珍珠的吗？这还真是一个创意吃法呢。遇到喜欢的女孩，说我喜欢你有点太轻浮，说我爱你又有点太沉重，买一杯奶茶刚刚好。超多料的奶茶墩墩桶，让这个女孩接到你这杯奶茶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心意有多重。这边管是我的，这边管是你的，当季新品厚淤泥燕麦牛乳和粒粒珍珠牛乳，一杯下肚超级管饱，晚上吃不了大餐了，尝尝他们家的手抓饼吧。打工固然辛苦，但依然是我们大多数人生活中的必经之路，让我们精致地迎接机遇和挑战吧。